魂骨，昨天是不是有人偷袭你？是苍辉学院的十年，他死了，我还获得了他的魂骨。我们下一轮的对手是赤火学院。欢迎来到预选赛第十一轮中心擂台，今天史莱克学院将对阵赤火学院。这是一支配合极为默契的队伍。 前六支队伍都是这样落败于唐僧，不知这火无双能不能躲过。第三魂技，白虎金刚变。没那么容易。第三魂技，抗拒过关。超强的单体防御型反弹攻击魂技，好一个辅助控制。那看似两辅助一控制的三个人，其实完全可以当成是三个控制型魂师来看待。 凭借自己的辅助能力进行控制，有选择性的对己方队友施加援手，这一点倒是和蓉蓉有点像。糟糕，中计了！是局中局，他们甚至把小三的蛛网束缚都计算在内了。哼！唐三，现在就只剩下你了。先让火无双假装中计，又带了白三人出手，再抗拒火环，将众人全部击退。接下来就只要全力对付小三一个人。 弗老大，又谈下一笔赞助。小刚，你说小三能应付得了吗？第三魂技，我心如云。结束了，唐三。第三魂技，暴龙之怒。第三魂技，火鹤分身。呀！
再好的战术，也无法逃脱被抗拒火环弹出去的命运。抗拒火环能护一时，却不能护一世。阵型突然变了，他们要做什么？第四魂技。 第三魂技，火星如云。这个第四魂技，在两名辅助型魂师的全力支持下，很可能会超过普通魂师的第五魂技。火舞耀阳，火力内敛，没有丝毫外放。这个赤火的小姑娘，对于武魂的控制相当恐怖。小三。 找到神年老师了没有？前两天史老师说史莱克那边交给他去解决，会不会是史莱克那边做了什么手脚啊？如果真是史莱克那边搞的鬼，就让他们。哼！他们全程都在针对小三，认为只要击垮小三，其余人不足为惧。但火舞妖阳威力实在太大，小三真的能？ 不会死在火里吧？控制如此庞大的能量，果然还是有些勉强。是时候减弱威力了，不然他死了，学院也不好交代。太天真了！从一开始你们就被我误导了。你们以为火属性武魂大大限制了我的能力，加上配合得当。 火舞的攻击尤其了得，可惜呀，我的蓝银草火免。好在吃下了烈火星蛟术与芭蕉玄冰草，才能使我的蓝银草水火双免疫。第四魂技，蓝银囚笼。
为了发动火舞耀阳，你们压上了三个辅助的所有魂力，还有能力挣脱这个囚笼吗？你们赌输了。第三魂技，这小子，胜负已分，噬火学院的魂力已经消耗殆尽了。混蛋！我们认输。漂亮！我宣布，本场比赛史莱克学院获胜。我们还会再碰到，下一次我们绝对不会有这么好运。我等着。小三，真有你的！这样一来，我们史莱克学院十一战十一胜，离第一集团已经不远了。过几天我们给你们报仇。哼，我们不行，你们就行了。无双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唐三能免疫火，却不一定能够免疫风。冯啸天，你是不是很想和我交往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究竟是不是？是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那好，只要你能够击败史莱克战队，击败那个唐三，我就答应和你交往。哥哥，我们走。唐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风啸天一定要赢你。小三，你实力已经展露太多，锋芒太露，不是一件好事。大师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，如果小三不这样，我们很难获胜。下一场比赛吧。大师，还是让唐三出战吧。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对这些孩子们而言，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是必须全力争取的机会。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参赛资格，而只能坐在观众席观看，这种无力让我至今难忘。老师，请让我出场吧。这届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都要毕业了，就让我们给学院多留下一些东西吧，也算是为清明学长弥补遗憾。大师，我也请求您让小三出战。小三是史莱克战队的灵魂，我们不能没有他。戴老大，
父亲一样，看似平和，实则刚强。但你记住，刚极易折。你父亲就是吃了这个亏。爸爸，你想上就上吧。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会安排你进入长时间的潜修。是。这一场对战苍辉学院。苍辉，那个一直被我们吊打的手下败将。就是，赢他们还不是轻轻松松？无论什么样的对手，你们都不能大意轻敌。是，大师。苍辉，大师，秦学长，今天不如让我上场吧。我不用第四魂技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的能力特殊，在预选赛的时候必须尽量保留。哦。老师，秦老师，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让竹青代替绛珠出场。哦，小三，你为什么想这样安排？对啊，小三，我们在面对赤火学院的时候都没有派出竹青。苍辉学院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只输了三场，整体排名甚至在象甲学院之上，其实力肯定不容小觑。而且预选赛还剩三场，他们至少要再获得两场胜利，才能确保晋级的主动权。这次比赛的胜负对他们很关键，再加上他们跟我们史莱克学院的恩怨，他们这次一定会全力以赴，我们必须谨慎应战。这次我们就彻底了结了史莱克学院跟他们苍辉学院的恩怨吧。除了获取魂环，等待也是一种修炼。打开微信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这里每周都有新看点、幕后爆料、帅气的人物壁纸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我在微信等你。你们就是史莱克学院的吗？哼，我们去会会他们。终于不再伪装了吗？七位一体武魂柔合技，别大意。你的确很沉稳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战术和技巧都是徒劳。史莱克，再见了。